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城市本来的步调，封锁、防控、隔离变得猝不及防。幸而我们的市民自律守序，安分守己，前线人员不计日夜倾身防疫，还有选择坚守岗位无名付出的你。相信动力除了是来自战胜疫情的斗心，是发自内心的责任感，更多的是想守护身边每一个人。其实我出来之前家人都挺担心我的，就觉得这份工作又不是一定要你来做，回到家里又一家大小样。但我就认为这个工作始终要有人来做的嘛，自己又作为一个澳门的青年，为什么不出一份力呢？家人其实一定会有担心的，不过都很支持我的，因为他都相信我们的专业，在担心之余对我的 support 都很大的。初初想走出来的时候都有少少纠结的，因为始终屋企都有小朋友和老人家，每次我去做核酸都会发觉原来外面是很多小朋友和很多老人家更加需要我们走出来，所以我就决定勇敢去踏出这一步。